第一次来参加小朋友时的集英，王玉祥、杨明富、赖立台、王蔡立成、庄静心、罗家佑、施文琴、蔡玉鼎。优秀的爸爸
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们就可以一起回答说，一二三，很好，雅果，再来，第二天，我问这些什么？第二天，有其他两个兄弟的故事，那两个兄弟叫什么？第二天一起说的时候，一二三。雅各哦，很好，等一下老师就过来找你。再来，安妮家，请问一下，那个第三个故事讲的是两个姐妹的故事，是哪两个姐妹？一二三，是吗？艾米讲的是什么？他讲这个确定一点啊。好，最后一个喜乐家，我问你们哦。第一天晚上的时候，有一个很臭屁的人，很有钱的人，专门在收人税的钱。那个人叫做什么名字？一、二、三。大呆，很好啊，你们通通都答对了哦，代表呢，你们。你们的爸爸妈妈交钱让你们来加入，我们学到东西了。来，再来哦。我们要给那个谁，席恩在哪里？好，席恩在哪里？我们要给席恩颁一个很厉害的奖。他非常迅速的完成他的削苹果、切苹果跟吃苹果的动作，所以我要赠送他这一组陶瓷刀具，让他回去可以帮忙他的爸爸妈妈削苹果。以后那个喜欢的爸爸妈妈家里的水果就可以交给他。